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3月14日去世。路透社分享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3月14日去世，享受76岁。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项礼物，就是协助慈善团体在丧礼当天中午请游民吃上一顿丰富大餐。霍金的私人丧礼3月31日在剑桥举行，大约500名亲友和同事出席。这一天也是感恩节前的圣周六，在丧礼举行的同时，附近也有一群人正在享受霍金离世后的善举。慈善团体 Food Cycle 表示，当天在霍金家族协助下，50名饥饿的游民得以饱餐一顿。餐会现场摆放的卡片讯息写道，今天的午餐是来自史蒂芬·霍金的礼物。Food Cycle 成员克里斯 Alex Collis 表示，霍金家族的行动非常仁慈，享用大餐的游民得知这一餐包含霍金的心意都更加开心，也让今年的感恩节看来更丰盛，游民可以加餐吃到甜点。他表示，他们霍金家族希望做一些事情帮助人们度过艰困时刻，这个举动非常有爱。慈善人士每个圣周六都会在剑桥的卫斯理卫理公会 Wesley Methodist Church 请游民吃午餐，已经连续8年。